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功夫哲品牌服饰冠名的功夫课堂。我是双截棍教练吴教练。今天我们主要讲解的内容是双截棍的基础换手。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加入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者 QQ 群，也可以去关注我们功夫者的微信平台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开始。首先呢，咱们先讲一下双截棍的基础的握棍。现在双截棍运动的握棍方式是靠近棍链的这一端，两边都是靠近棍链的这一端。因为这样的话，比如说以后做什么简单的，然后其他的技巧动作的时候，可以说握的时候更加方便。然后今天咱们先讲一下最基础的双截棍换手，也叫腋下换手，也叫碎心背剑。先看示范。咱们先讲一下这个动作。现在握棍是站好，握棍准备动作，左脚向左跨出半步，肩宽宽，过底肩略宽，然后低，然后从下往上甩起来，甩起来的时候拿右手，甩起来的时候用左手去贴在腋下，贴在右手腋下。再来一遍，一。这里头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咱们双截棍在双截棍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你的左手就要到达这个位置，然后贴在一下，看动作示范。好了，接下来第二步，这是第一步，第二步，右手撒手，左手先往下，然后往上，一样。当你的左手从下往上挑的时候，等当你的双截棍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右手先必须接棍的这只手先必须到达腋下。再来一遍，一、二、三，继续，右手不动，左手撒手，右手伸直，往上挑，左手过来，请看背面示范。这一课的主要内容就有这些，我们下期课堂再见。